哟哟哟！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你有 NBA 大马栏目。那我们 NBA 里潮流，喜欢他对篮球的态度，不错吧？天才笑容，很洋溢，这个我喜欢。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S2 的孙瑞 One Two Three。大家好，我是孙瑞，你想干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的飞行员。过短，对，太短。正圆椭圆，又要来那个，我真是无语了。正圆椭圆，半圆，还有飞行员。你看，你一点都不是朋友，你一点都不配合我。我不知道这梗哎。来，最后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燕妮，不是大压力，不是戴燕妮，从哪儿啊？各位有没有自己心仪的球星？我喜欢库里，喜欢他对篮球的态度，氛围很好的家庭，为人的阳光，还有很暖。那这个我们今天呢会讲一下关于 NBA 他们的家属哦。在 NBA 球场边生活中的一些潮流。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你们的太太，我们的太太。正好我们刚刚就是聊到了库里，他非常非常可爱的他的宝宝，哦，好乖啊，很想捏吧以前。哎，你知道库里长什么样吗？我不知道，我知道跟他有一个长得很像的球星，就是他爸，就是他一模一样。你们因为他的脸就是一直都是那种娃娃脸，那种嘟嘟脸，然后他一直长得就很年轻。但是我觉得你们有点偏题哦，我们今天不是来聊脸的，我们是来聊穿搭的，对不对啊？他也有这种小配饰，项链是不是？对，复古摇滚的摇滚风的这样的一个 T 恤，但它外面搭的其实是一个西装的外套，所以说就是一个很混搭、很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这边还有另外一张，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应该是在夺冠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因为他抽雪茄哎。我觉得库里的太太，她平时穿衣服就很简单，她都没有选择比较浮夸的穿着，但是她的项链还是和上一张照片一模一样哎，有特殊意义。纪念日的时候送的，人家就可能就一直戴着。这位是我们科比的太太叫 Vanessa， 她就是会选择一些深色系的衣服，然后搭配比较大的耳饰，对，我也很性感，成熟庄重，但是又不失性感这样的一种气质。对，众所周知的一个事情是，科比今年在比较早的时候其实不幸去世，对整个篮球界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悲剧。科比的太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坚强，他们一共是四个孩子嘛，所以说她现在相当于是一个母亲带着这些孩子去长大，大家给了她很多的支持，但是她给大家展现出的一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坚强。有没有人认得这个球员是谁？韦德。就韦德的话也是刚退役的这个 NBA 的一个传奇后卫。大家觉得长得帅吗？但他太太其实是有名的，是很美的一个这个 NBA 太太。我也感觉很会穿，对，和前面两位风格不太一样，对吧？就有搭配，还有身上的白色的那个，很黑怕，有一点这种感觉，有点黑怕这种感觉。看他太太就感觉很奔放的那种，而且他笑容很阳光，看球就是去 party 一样的那种感觉的这样，所以这样当然要穿的比较就是比较热辣一点，比较华丽一点。大家觉得豹纹、动物条纹，你们会去选择吗？会啊，孙瑞会，他昨天的袜子就是豹纹，拖鞋了吗？今天是斑马纹。哎，那你们很搭，就一个动物，一个森林，他就是活在我的世界里，对，然后我们的交流就这样，那么正好我们也看到今天三位正好穿的球衣对应了我们刚刚讨论的我们的这个球星，我们这边穿的是金州勇士队，也就是库里，这边是迈阿密热火，代表的是韦德，然后我们这边的湖人代表的是科比。如果有一天你们去现场看球，你们觉得会穿成什么样？那我肯定会选择一套西装正装，然后里面穿一个吊带，刚柔并进的那种感觉，配一双球鞋，然后戴一个发带，就外面比较稳重，但是中间又有一些俏皮在里面。那我应该是为他们去加油鼓劲的，是吧？那我一定会满身的臭汗，那我选择穿 T 恤和裤衩。我就是要一个非常宽松的 T 恤，下面就是有那种夏衣失踪款，画满大链条，大链条，这是重点，划重点，大吊辫，宽发带，就是那照片嘛。这个就是其实离我的要求还差很多，链子太少，发带到位了。那么聊了这么多，其实今天小费给我讲了一个事情，嘉宾的另外两位都快要过生日。
所以呢，我们的 NBA 给我们准备了惊喜的礼物。我们俩真的是同月同日生。哦，是吗？我俩同月同日生。那我们带出我们今天的礼物好不好？哇，这么有仪式感。对。哇，这不就是开箱视频吗？女生最喜欢的环节。哇，哎，我看到一个蓝色的签。啊，这小子。来看一下，刚刚这么激动的吗？这个是。库里的球衣。这库里本人的球衣吗？这是库里本人的球衣，但是他后面的名字写的是。想我了，写的是我的名字。球场就这样穿，对，勇士队烟妮球员，哇，天哪，不错哎，太激动了，谢谢谢谢谢谢，生日快乐，那我看我太开心了，哈哈哈哈哈，真的没有，还有一个库里签名的斯伯丁篮球。太快乐了！赶紧来看一下瑞哥有什么礼物。快快快！认不认字？就是叫做对啊，就是他。啊、我知道，我知道，知道。Ja Morant 呢是今年的新秀，最佳新人的有力争夺者。Lost the handle, got it back, bounces for Morant. Look out to the rim by Ja Morant. The 瑞哥接下来也是要参与我们 SNH48 的总选，希望把这个球作为一个能够获得最佳新人，去作为一个生日礼物送给你。谢谢，谢谢，谢谢。哦，还有一双球鞋，新款球鞋，这是我们的 Nike Zoom Free 2，谷歌的新款鞋。哇，非常亮的一款绿色的球鞋，嗯、应该也是瑞哥的码吧？36、37、38，你多大鞋，我多大脚。哈哈哈！谢谢。收到这份礼物有什么感觉？就是非常的开心，虽然我就是不太了解这个篮球嘛，但是我从今天开始努力的了解。对，努力的了解。当然，其实我也不可能就是知道这么多东西，嗯、这一切还是要感谢圆圆之前给我在讲开小灶给我讲的这么多。主要还是要感谢节目组，可以给他们准备这么多。这样吧，我申请，就是把那个球给他得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很开心聊了我们 NBA 的太太潮流的穿搭，然后这边也都两位寿星拿到了自己的礼物，可以说是圆满的完成了我们这一个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 NBA 变形记，来。